这里这这里没有看到吗？会严重，看到中间那个会死吗？看到，对，严重可以致命，对，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的排水有个来源，对对对。那这些鱼也是固定的吗？原则上是是啊，是固定的，是指。就是他不会再游回大海，不会有新的鱼跑进来吗？我们会，如果是有放新的鱼，也是我们允许它在这边展示。对，因为它是封闭式的，这个水缸是封闭，它是有经过管理的。对，就我们每个水缸都会去做管理。我每次都很好奇，说那游回大海，有些鱼是会吃，就是肉食性，它去它不吃，随便吃别的鱼是不是？它既然吃肉，它有挑，对不对？应该说每一种鱼，它通常呢都是群体为主。那我们的珊瑚礁外观可以分成三种，一个就是有珊瑚，就是大部分有珊瑚，我们这个缸里面没有，但是我们刚才有看到照片跟那个水下摄影机的影像。那这边呢，这边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卵珊瑚，就是它没有一个坚硬的骨骼，可是它里面有骨针的结构，骨针就有点像细细的白色的粉末的感觉。好，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不是很坚硬的片状的珊瑚，看到绿色，对，那个就是属于石珊瑚。那它们呢，是在珊瑚虫死后，可以保留它的它所形成的这个珊瑚骨骼。那它的骨骼就是吸收这个海水里面的碳酸钙呢，透过沉积作用呢保留下来。这个珊瑚礁，那就是大家所听到的珊瑚礁，其实就是这样形成。它层层堆叠，甚至可以隆起变成陆地。对，像澳洲它有个大堡礁，对。那像这个珊瑚礁呢，它对生物来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栖所。就是提供他们可能躲藏跟生活的空间，它也会呢造就这个丰富的食物链，有些不同的层级的生物会住在这个环境里。那你看看这个旭山，它的比较高，因为刚好它很就是蛮幸运，就是出现在大家的正前方，所以我就特别讲。对，那如果说我们饲育人员来喂食的话，它的嘴巴就是会把这个，因为我是食物，对，它会把食物包起来。对，那它会透过这个也是水压的变化去收缩来移动身体。我可以可不可以问问题？问题好，其实你这样讲，这是一个一个，对不对？那其他的就不是一个一个了，通常都不是，所以他们是这个叫一只吗？可以这么说，这个是有三只，是不是？对，那像那个叫几只？不一定，你看不出来，它只能说是一个群体。群体，那你它的个体是什么吗？是一个珊瑚虫。叫做珊瑚虫，对，所以珊瑚虫是什么科？珊瑚虫就是它是刺丝胞这个科，刺丝胞动物门底下的动物。对啊，所以像上面那个橘色的那个东西，这些都是啊，那也是这样一个群体。对，它们都是群体。那你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些都是台湾附近的吗？不一定，也有别地的。我们最主要的都是在台湾的美术。哦，对，那像因为台湾。就是我们这边算是很重要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水温跟一个环境刚好是在这个全是地球上这个三角洲里面的正中，就是包含在内。就是我们珊瑚它很特别哦，它只生活在水温23度到28度之间哦，它喜欢一个特定的水温，所以呢在全世界它的分布是很集中在某个纬度的。嗯，对。那我们台湾来说，我们刚好就是有比较多的种类。对，那全世界有，就是在这个范围内有1000多种，那台湾就有300-400种，三四百，实际300多啦。那它所以当一个去，我又没有下去下面过，对，下去下面的时候就是很多种混在一起。是啊，是，并不是说都是同类型的在。对，因为其实生物多样性就是在一个区域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类型。那像观音那边有这里的品种，观音是。不是很确实，观音，桃园观音，对啊，它可能要在，请问这只很优雅，那它的身体结构呢，特别适合介绍水母，有这个中型的部分就是它的伞帽，那透过这样的收缩呢，它就可以移动，那在伞帽的周围有一些垂下来的细丝，那个须须就是触手，那我们说被水母遮到，其实就是被触手上面的刺丝包遮到，那在这个。身体的正中央有4条比较延长的像缎带的东西，这个是它的口腕，它会用口腕去抓生物带它的嘴巴，那嘴巴就在这个身体正中央的下方，有看到很像是4个爱心的结构吗？有，那个地方就是它的主
要的生殖腺跟它的胃囊所在之处，因为它不像人类呢，我们有比较多分化的器官或者是系统这样的等级，他们是没有大脑的，他们就只有这样比较单纯的一个生理的结构，能力也比较好一些，像个小那个银河系里面的星球这样。哦，这蛮美的说法。对，像对啊。那些鱼哥说：“你不要把我吃掉，我会帮忙。”对，好可爱，好可爱哦！这真的好漂亮哦。那我们在馆内其实它已经出现了，它很多地方呢都是熊猫、小丑鱼，也就是帮助我们。可是它可能会在一个区域，那一定很贵。